坚持录音。讲人家穿垮裤啊？不是，那有人穿垮裤求婚啊？打翻一点。哦，他说珍珠港，珍珠港会有一个砰，这炸弹炸下来一个砰。我们第一天的中午是要吃客家茶汤。大TV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很饿，快点吃。我们现在来自由联盟生鲜超市，它是在横山乡，就是大部分去尖石五峰都最后在这里开卖，买到满满满一台车的极限，是大战哦！隔壁有要求婚，我们等一下要参加他们的求婚，我们搭的是八人帐，然后在我们的帐篷在十分钟之内搭完啊，有点难度，甚至是葛雷哦。讲人家穿垮裤啊，不是，那有人穿垮裤求婚啊？但是高中生你，为什么要租挡风板？就没有风，你拿掉还是这样子，它就比较快，收起来好了。原本就已经没什么用了，八七 B 为什么一定要租挡风板？因为怕有风。也是吃火锅，它也会再消下去，煮满满。然后有只很像馆长的狗，超帅。你自己讲。庆祝百万订阅，算下才五十，开心。不知道什么时候。百万订阅大概十年后吧。找到更好的，但我觉得快了。最近太多人分手了，没有吧？应该就不会去那边了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他是七八 P， 八七 P， 我是八七零。那我们现在晚安了，明天见。早安。今天昨天晚上大雨，所以今天没有下，天气也很好。八七零，那我们这次是来新竹坚实的晴空森林露营区，然后这边一区，这边应该可以两帐到三帐，然后这边有一区，然后我们往上走走，我们这次住的是它的第9到第10区，这边，那这边应该是可以两帐，然后它的每个营地都有配一个洗手台跟垃圾的，但是它这边是没有路灯的，所以晚上可能会比较暗，都是比较带灯。八七 P， 绣球花，绣球花能比花椒吗？好漂亮的、欸，能比花椒吗？好，八七 P 要带大家去厕所吐，它这边厕所在这儿，然后卫浴，我们看一下卫浴设备，好，这是洗手间，它每天都会来清，算干净，开有三间厕所。然后有坐的也有蹲的，对，然后也有一个小便斗，洗手蛮漂亮的，这边洗手蛮可爱的。洗手站，这里也是满满的绣球花哎，拿下去啊！哎，你下面好、哦，下面不用加奶油，我里面就有加，里面就有加，嗯。会焦掉啊，没有，焦了就会黑了。专业收账方式，没关系，不会，这公司就没出去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多气？八七 P， 躺一下啊，躺一下啊，猜拳输躺一下。我不要太脏了，坐椅子啊，准备回家。大家说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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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我刚刚车子的水箱好像有响，有亮灯，现在是水箱检查大人。确意。好了，现在引擎的水箱，引擎满了，嗯，满了满了，好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好，好的，可以吗？要等他吗？出发。右边进去看一下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右边。
金本户，还有冷冻的蛮大的，然后一个冰箱，对，是，然后还有吹风机，然后看一下最后看一下卫浴，卫浴在这边，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还算干净，然后水量也很充足，然后厕所都有三间吧，可以洗，然后热水也蛮稳定的，那就是这次我们来的邻居介绍，拜拜，关江狗狗。